让我思考一下，我怎么把它噎到嘴里。我，李啥哥拍他。好，让我思考一下，我怎么噎到嘴里。你能一口吃下去吗？一口闷，一口闷。你给我点啥？哦，为什么只给我们棒棒？一口喷，一口喷，加油，加油，肉出来了，肉出来了，嗯，尴尬了，别勉强，别勉强，你别噎着。一杯色素，很好喝的色素。好难过，强颜欢笑。相比起来，我这边还是可以的。我的最好喝，那看起来那个味道最浓。还呢？我能要求退货吗？今天我们来到这家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？Holy。我们来到学校，我跟韩的学校。对 ，Melody 跟韩的学校。来。拍毕业照。今天我们装备比较齐全，我们连这个，我们连 video 都有那个，连 video 都装了稳定器。小组不叫 company， 小组念 company。喂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有的。再说一遍。我们还有一个别名叫 烤那个牛。烤包里。欸，可是你们学长酷，你们学校的那个简写是 CPU 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吗？我 CPP。CPP 啊，不是 CPU 啊。为什么是 CPP？ 为什么不是 CPU？ 是 Capoli Pomona 嘛 ？Capoli哇，我们要先拍哪里？先在这一块拍，这就是我的区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块有啥可拍。有，可以。我们先不用跟他们抢，我们先把先在这里 set up 吧。好啊，好。OK。看大家都在正常。对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录下去了，没有漏了，可以剪辑，可以剪辑，可以 cut， 漏大位，这应该有录进去你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你是不是反了？咋反了？他是这么录的？我刚才自拍，但我觉得肯定特别傻，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自拍的人，需要灯吗？我有拍哦。那 I know。你继续拍。我跟你讲，去站在这个位置。花儿这儿吗？OK。好，不要太靠近。好。
后小麦再往这边一点，这边好，它平平。OK， 我先看一下光卡。你真的很适合这个腮红，好好看。真的吗？什么色？可以。等着你就知道了，你等着看视频。那边是 OK， 因为要泡掉那边。对，那边是 OK。来，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这边一点。好，好，阿平。哎，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，打光明明感觉已经在镜头里，但是其实它并没有。这样很好。来吧，这一次是好，这个动作好。好，这样子。灯可以，好。我更不能睡。嗯。OK。面向 Doris， 整个面向 Doris， 然后只要头转过来就好了。对。Doris 就一直在这个镜头里面出现乱入。蛮好的，弄一个比较大动作了吧。那我要这样子的话，捏的好吗？ Doris， 哦，你又不能让开。那我说你让开，我给他用这个拍几张，没事了。那你不能往那边走、啊。一定会有你啊，因为你这个。那你就。对，你可以这样动。变太慢的话，你们来就不太好。OK。我要站起来，来，我站起来。今天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好，累了吧？但是很开心。今天走的路，应该都瘦了吧？瘦太多了。你们记得刚刚说什么？你们记得刚刚那个上一个那个上一幕是说的？嗯，我要回家称一下重量，看看今天有没有肉。我要吃饭，我要去大吃。我觉得今天照片上没有那么多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多的呀。但是它精品，一样很精品，可能不需要修太多了。这句话在后面了，然后前面还有一句，那个可能修起来就会有很多了。其实应该还好，因为今天都是蛮认真拍的。对，而且我们进步了，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。对，这次稍微比较认真一点。对啊，而且有默契了，松鼠，哎，别过来。对，那个谁，刚刚 Melody 说要试一试吗？哦、我还没讲话呢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可以这样子转。哦，酷呀。OK， 今天很清楚哎。用了非常专业的相机，对，大炮。耶、yeah. ！哒。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团队越来越上手，我们开始可以找。除了我们以外的接活了耶、yeah. 我们上一次其实有讨论一个很难的对象，我们如果可以把它拍成功的话，哦、oh, 真的就可以接受、yeah. 攻略掉，把它攻略下来，略什么样子的你猜、啊、对啊，这个不认识、啊、哦，他没见过，对，没见过。我们小组一个叫 Iris 的，哦，那个女生吗？我见过她的照片啊。对，我们下次要就学我们的那个、嗯、对啊，很放不开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她放开的话，真的吗？那他得先跟我们混熟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就是，你客人会跟你混熟吗？哦，也不能。对，客人。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技巧。对。怎么样可以让客人在你面前放开？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，你要吃东西达到他放开为止。我觉得我们的灯光其实还 OK。嗯。我们现在缺乏什么，知道吗？我觉得现在也是我缺乏的。嗯。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那个姿势。对。我们要表情还可以，表情我还可以，因为我可以趁他讲话的时候把那个抓住。但是那个动作那样僵硬，
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含情脉脉。其实这个动作是这样子，你看哈、哦，我如果正正的这样拍，就很普通，而且双下巴就严重。我的举例是最好的，但是我如果一旦四十五度角这样子的话，瞬间的时候双下巴就比刚刚还小很多了。当然这样子，你看这样，跟这样子，就差了，对不对？就差了。这是最基本的，但是如果还是这样立正的话，就至少要像女生就怎么样子这样子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子么说说对对，或者是男生的话可能就这样啊，或者是怎么这样看啊，就这种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，这是我们要练习的。其他的我觉得摄影技巧上面器材灯光都还 OK。 对，我们还有化妆，对，化妆也 OK，表情还可以，动作需要、我们需要回去做一下 research， 看大家拍照的时候就多留意一些，是不是姐妹们？还有我们的名字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名字。OK， 我们现在回车上收东西，然后就吃饭啦，找地方吃饭。又吃饭？可以喝东西。吃饭吗？我要喝东西。吃饭吗？那豆子可以吃啊。那我还跟你一起住进家，我刚一个人一直在那边。那我是不是要这样？嗨，今天是某人毕业前拍照，耶，我的毕业典礼，哎，转了一圈，转回来。Congratulations， 谢谢，终于呀，我抗战胜利了呀！太好了，后面那个人也在拍照，对，对，下一个你，希望他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这儿。哎，说的我们俩怎样一样的。一定要在啊！对啊，啊，伤心了。到时候我们再为你一起拍照。真的，真的，到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专业的 team。对对对，专业的 team。收费高了，真的。就有名字了，我有专业的水印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专业水印，这个很重要。真的很重要。好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关了，拜拜拜。终于要去吃饭了。对，我们终于要。他们两个傻子男，走走走，我们坐观光电梯多好，太帅了，在这里真的对。哎，这样子拍下来，觉得我们俩很傻，就一直在坐电梯。其实我们才是，哎，他们本来先到。哎，他们先到。好吧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，韩未来的学校，已经是现在的学校了吧？我现在来到韩现在的学校，即将要来读的学校，然后我们以后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 hospitality。 OK， 我要跟韩学品红酒。标志性的那个楼中间。哦，他那个名字，你们这学校好，不是你们这个 college 好奇妙，因为今天周日。 OK， 哎，然后他很差的，他没有在校园里。对啊，你好像世外桃源呢，你不觉得吗？来了，哎，我觉得这里可以拍照，哎。没关系啊，就拿手机好了。啊。等着给我拍。真的，这个太像了。好吧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拍照，哎。因为它是有意境的感觉。Hospitality 是很有名的嘛，所以是全美是 top 级的。对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 Vegas 的那个学校，就是那个菜，所以他就单独给这个 major 划分出来了一个地方。那个球啊，上面那个球不是可以吃的？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里每一个桌子都可以拍照，而且都是适合我今天带的那个镜头。对，我如果是带着我家那个镜头不行的，真的。那好吧。不用等毕业就可以来拍了。哦，真的？对啊，入学就可以来拍了。哦，对啊。不是吗？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入学的时候就可以来拍了哈。真的。Margaret。这叫预约很久那个餐厅吗？这上面名字 Mary Alice。我的餐厅哦。
老大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啊、Carl's Junior is founder。哦。这是吧？然后这里有好像很漂亮的那个，这个叫做那个什么夜景吗？对。走吧，我们上去吧。夜景。我跟你讲，夜景也是一大挑战。哦，对，因为真的是，我发现手机根本拍不出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夜景要拍人才是更难的。单独拍夜景还可以，但是你人要够亮，又要有夜景。你如果用一般的相机拍的话呢，人够亮就没夜景。有夜景人就暗。啊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很难哈。很难。但是我可以做到。你可以的。棒哦！我去搞这，这个我还可以，这掉下去不会，还应该还不会怎么样。这样子我还不会去搞这。这个就是高速公路常看到的地方了。哎，可是这里跟那个 Forest Lawn 很近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在拍这个好处了，不会动。哦，真的哎，这完了，有点近。看最高镇。这不是高，有点近，我觉得自己要掉。哎，之前有没有记得我们两个去薯片儿演？哦。然后他在前面是那样的，我在后边这样。哦，薯片演我应该不行的，那看起来好恐怖啊。超级吓人，我都不太敢站起来。你们竟然愿意排队上去？我还做了这个。我们几乎没排队。我还靠着边儿坐了，我是跟别人对，我是没走。听说走路走很久，还好，很久了。我走了5分钟以后，我就不想上去。我说你们上去，我给你配，我是把它包上去的。后来呢？你怎么上去的？我们俩和光庆哥、小姨去的。啊。然后开车到哪儿？为什么是你们四个？好好笑。上去下来啊。带我们俩玩嘛。然后我们有爬5个多小时吗？上去下来？没有。我们在这爬了就。你们怎么爬的？为什么你会爬那么久？有两个大你记得吗？咱爬是那短的。那为什么你会走5个小时啊？对啊，我们上下估计有3个小时，然后上去排队要排，就是拍照的话要排。那你们去那很久人。对，我跟你说，然后我就没有周一那个。就你们没有拍啊？我没有在这里，因为我没有排队。那里还要排队啊？对，有要啊。我看那好薄，看起来觉得要断了。因为它就是只是一个石头，然后全部的人都排好长的队，然后就为了上去，而且我就根本就没有上去。然后那次是走了5分钟还是10分钟，然后最后是小姨在后边推着我，然后她在前面拉着我。我真的你的惧高症比我严重。哦，还好。这样我从看远处没事，不能看脚底下。你要看着我，不要让我摔倒。哦，看着你，不会摔倒的，不会摔倒的，耶。这样子拍也蛮好的，我觉得。这样拍很难呢。主要你比较难。对，所以我说这样拍的人很难。对啊，拍脚，好的、okay. 好的，你要到台阶上啊。 All right。 哎，你说你这样只是拍别人，你都拍不到自己了。嗯，对啊。我帮你拍。好啊，来啊。哦，好。哎呀，现在来换我拍啦。轻松一下，然后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真的不晓得我平常什么动作。对啊，所以看一下。那我应该尽量自然一点。啊，对，当然。哪里啊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多亏我今天吃了过敏药了，不然咋整？整个人都不好了该。怎么了？哪儿啊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哪儿
什么？有恐怖的东西。我就能看见那个美景了，我过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什么东西、啊。小动物啊？没事没事。没有啊。就。就。壁虎吧。哇，好美啊！是不是很美呢？让我们来看一看。哎，别过来呀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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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种的是葡萄园呀，然后给现在给拆了吗？葡萄可能直接睡了。对呀，没有葡萄。哦，在那儿呢，下面那块绿色的看见没？哪里啊？那块绿绿的。嗯，看到了。那是种的都是葡萄。我们学校种的葡萄的话，它会酿成葡萄酒，在我们这个酒店卖。酒店在这里。哎，你们学校是不是可以独立了？对呀、啊。那这什么都有，那块也是我们的地，然后都是种的什么水果、蔬菜、乱七八糟。哎，小麦超级为自己的学校感到自豪了。你从来没有买一个来给你试试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也是那天偶然才发现，那狗泡里的 pumpkin 对呀、啊，也是这边的。哎，真的好清楚啊！我的天哪！从我家开过来15分钟，有那么远吗？就走 A 吗？一直走家？对，但是会有红灯的。早晨堵车，再加上因为 Monster 也是同样的路线，再加上先小吗？没差啦，哎，没差没差。还是他们两倍吗？没有。不会，没有。对呀，体重是两倍。120，算100，200，200，多过200。离那儿远点，离那儿远点。那儿美，我再给你拍一个更美。这个美的话是可以拍照的。哦，要拍照了。嘿嘿嘿嘿嘿，一点都不自然，太自然了都。会害羞。哎，我真的为什么会害羞哎？真的哈，还是会被拍会害羞。See， 你看不是我的问题吗？就会吗？我那时候 Sky 帮我拍那个成全奖的时候，一开始不害羞，再 Take Two 就害羞。为什么？不想 Take One。哎，你们两个自拍的够了。有吗？哎，你们学校就像山大王一样，山寨。对，真的是一个山寨，然后想自立为王。对对对。什么都有，有 business， 有养牛的。对。知道。哎，你们不是 Walking Dead 里面的 Kinder？ 对呀。你看 Walking Dead 吗？看过。看过。我看到第四季吧。四季呢？我到现在还在看。我后面没看了，因为感觉什么都一样。不一样。我觉得没差。后来就变成这边。就感觉后边剧情越来越扯。为什么对草过敏啊？这好软啊。哦，好帅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拍照超好看的。是哦，要拍吗？哪里啊？什么菜？但是这里拍照呢？没见过这菜啊。对，那个要敢拍草地上，那我也要拍草地上哦。我也要拍草地上。灯光直就不用。我站着。你看我给你拍的。啊。胖瘦有什么差别？其实还好。
诚实的讲是有吧，是有，但是没有那么的夸张。你是含的一个半，有那么小吗？有。其实李叉哥，你真的比我之前见着你要瘦很多。你还记得我以前？记得。哎，你不觉得他瘦了吗？哦，婚纱照我的腰，我那件裤子60。60什么 ？inch。67。然后那个是他们婚纱公司最大的裤子，啊、我穿的还紧。哎，我觉得应该不是你的那个腰怎么样，是你这个肚肚。肚子啊，就是那时候67，然后我现在44。你看少了那么多。还是，我希望能够到36。哎呀，可以啦，44到36，八，才八。36的话，我就可以穿。我现在的裤子必须去胖子店。没问题啊。但是我如果瘦到40的话，我就可以去一般店买了，40就可以了。哦，加油！但是我希望36。哎呦，那才哎呀，才八印什么对吧？但是越来越难了，因为从300磅减到278很简单，但是现在再来要下去就越难。我坚持。我上个礼拜录的啊，上个礼拜看的时候255。255体重。今天你再量可能少了5磅，应该290。反正比现在胖了。你就是你看那个就是跨年的时候，就是你唱歌的照片，就明显比现在胖。对啊。嗯。我是没感觉了。我真的没感觉，我真的还是觉得就还是。那你没有觉得穿以前的衣服瘦，那个穿的觉得松松快？我的腰带不能用。行，还是有穿过啊。腰带已经是我打了两个洞。还是再送，必须要丢掉。你看是有成果的吗？继续坚持，你可以的。哎，这个黄色的灯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晚上给你看路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晚上看会没有情调。真的，我觉得。哦。我觉得这地方很棒哎，这地方适合约会。就是。这地方地广人稀，幽静。Hello， 应该互拍吧？应该互拍吧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是你们呀？对啊，等等到他们开始，开始了吗？我们要这次过来的。哦，好好好。等一下。从头来。哎呀，就是要这种做作的感觉。好，走。哎。OK。哎呀，这是谁？都是你们！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哇！俩字儿。俩字儿。好假。坐。啊？俩字儿。S 吗？假我还以为你是 S 打头的呢。对呀、啊、快点赶紧过来，再带你们去看一个很最后一个很美的地方。要下去吗？对呀、啊、Oh my god， 不然你要飞过来。If I can 那你们过来，我就把这个这样贴在一起。哎，真的酷。 OK I'm coming对啊，不然呢？不然你要飞过来吗？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们不建议你飞过来的。等你们过来，我们就把这个这样贴在一起。哦，真的可以。真的。我们等你哦，等你们哟。百里百里。Second。我觉得今天瘦一磅。对啊。我觉得今天应该瘦一磅了吧？有吗？我希望瘦2磅。应该瘦很多。还瘦2磅。我不介意。哦，来真的，日本料理没有什么那个。我要吃鱼。还要可还要茶。
我觉得也是啊，最少得瘦个四五斤的吧。等下要不要吃饭啊？吃完了返回去了。没关系，日本的话，日本料理还好，没有很肥。哦，哎，真的，日本料理没有很多那个 fat。对啊。那里有拉拉。哦，对，喊你吃鱼吗？今天你不吃鱼。I'm coming, I'm coming. Come to me. 怎么合在一起啊？叮棒有，哎，我忘了有没有拉面，但是有乌冬。哦，对，好，你吃。It's OK， 我可以吃点其他的吧。但是你不是喜欢吃寿司吗？是，我爱吃那种就是。烤过的那些东西怎么合在一起？有啊，有很多，就这样了。叮，然后就 OK 了。耶、yeah, ，OK。好啊。哎，你们等下都 AirDrop 给我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就可以编辑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棒。啦啦啦啦啦。但是应该不会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的，可能就这些东西。哎，我们又溜了20分钟了。不止20分钟，理查哥中间是不是关了一些？关有没有停？没有停。哦，那就是20分钟，现在17分钟了。今天，哦，今天走好多路，我的妈呀，比逛街还累。写我自己的名吗？我去逆流了。Go go go！ 逆流了那个什么？刘白。啊？应该有开，这种开外的应该有。跟着导游走。哎，对对对，可以这样，跟着导游走。哎，有没有？哎，我觉得好用啊。对呀、啊，这真的。哎，不要跑掉，跑得好快。哇，这里很好拍照哎。而且有夕阳。我们应该早来就这里嘞。我刚刚应该不要在那边跟人家等了，啊、就来这里。但是还可以坐着。真的，我们刚刚应该不要再跟他们在那边挤来挤去了。但是刚刚那里，我觉得刚刚全。刚那边是对它有意义。对，围起来的那个桥。哦，那个 Japanese girl， 你看这里多美！这边多爽，后面咖啡这边。对啊，你好，真的好好。真巧。哎，以后没有地方来，可以来我们学校买杯咖啡，在这儿坐。哇，你们学校离我家太远了，我不要。我把 WiFi 密码告诉你吧。咱们俩还蛮近的嘛。对啊，很近的，离你们。走210就到了，没有多少，走10号就到了。10号就到了，走一走就到了。我不要，我要 stay at home。啊，还要人家去接你们？啊，那什么滋味？是不是很美吗？而且空气很清新。哇，绿茶哥的毛孔好，好清洁。好，拍照，先暂停。好，很长吧？应该。哎呀，这个证件照无神。OK， 证件照自己认为有神，证件照眯眼。好，看得出来吗？我觉得应该，哎，从侧面看可能没看得出来一点。证件照无神，无神。证件照有神，证件照眯眼。等一下，眯。嗯，有一点有。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，然后你给李太太，你能动这样的吗？我觉得我能。哎呀妈呀，小心机！太近了，你这样就是近成什么样？来来来。证件照无神，无神不能笑的，无神了，无神。证件照有神，自己以为有神。证件照眯眼，有。来，剩下你。证件照无神，然后就发现四个旁白都是他的声音。证件照。自己以为有神，证件照眯眼。No， 最后你还没毕业。你让理查哥再做一遍，然后你从侧面看，你看理查哥那个眼皮的动作，你就只能理解了。可以。
念咒无神。正念咒有神。正念咒眯眼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先瞪眼，瞪完之后你再缩一点点，然后小鸡再提上去。你就直接不用在那个了，就直接眯眼跳了。眯眼，眯眼 ，no。你再瞪一点，瞪完之后再缩一点。嘴巴。快要了，快斗鸡眼了。再次。做，对，你别太夸张，你能对，你别动作小点，对，动作小一点，就当做你去 DMV 拍照，对嘛对嘛 ，DMV 拍照，有点夸张，我已经笑僵了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就是不用笑，对，不用笑，对，这样就好，这个表情，然后眼睛上面一点 ，Yes， 差不多，这个表情，对，这个表情，它眯一点点，太多，少一点点，没有，你看那个表情成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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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，眯眼，太多了，就是你不要想象的是一下子要眯掉，就是微微的这样，再少一点，对，哦，好累。Thank you.